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。他们是情感导师于波红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曲伟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，欢迎。接下来的时间，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四位情感导师的人生智慧，看看他们如何帮助今天的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惑。来，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。各位请看。我们已经结婚六年了，现在有一个5岁的儿子。我曾经有过一段离婚的经历，当我鼓起勇气选择再婚的时候，一切都不如我所愿。他总是抱怨我没有责任和担当，我不知道怎么做他才能满意。六年来我们过着心酸的日子，让我一直都感觉到很窒息，真不知道什么时候算是个头。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张先生43岁，来自天津，自由职业，有请。商女士40岁，来自天津，自由职业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。结婚多少年？结了六年。六年啊？对。那你们算是初婚还是？我是二婚。您是再婚？对，他是初婚。您是初婚？我是初婚。有孩子吗？有孩子。啊，那不是挺好吗？今天为什么来呢？是这样的，他把他妈的房子卖了，就是为了让我们结婚，就是这个事儿做的，话说的都挺好，但是卖了房卖了30多万、嗯、有10万块钱是给他妈养老了，买了辆车10多万，装修那个房子，买了一些家具，到最后还存了10万块钱，本来是打算给孩子用上学什么的，这10万块钱还被他爸爸给借走了。可是我为了娶你，我把我妈的房子卖了，不也是为了我对你的真心吗？那等于一分钱彩礼也没有。然后后边的话就是他爸爸后来又还了我们一部分，等于还了我们6万块钱，还分了几次还的，一次还了2-3万吧。他就用这个2-3万，然后就去租了一个小摊位，然后想就是做点小生意，然后就拿这2-3万就开始布置，最终还是赔了，然后也没挣钱。那我不也是为了多挣点钱吗？是这个赔钱也不是我想的，没错。然后一看那个就不干了，然后就去送外卖了，觉得送外卖人家就是人家一个月都挣了6-7千、7-8千块钱、嗯、他这上班可倒好，上了没一个礼拜就把那个手机掉水里了，又花了2000多块钱买手机，就上一个礼拜的班。那这是嗨，那这就是那巧吗？这不是我想的，那天下大雨啊，正好我想看看送到哪儿，结果手一滑啊，掉水里了。结果人没摔着吧？人没摔着，人没摔着就行。后边摔着了啊？后边摔着了。什么叫后边摔着了？干了又捡那茬，干了10多天，然后就把自己胳膊给摔折了。那不是我想的。这一分钱没挣着，等于在一个月一分钱没挣着，把钱都打也还赔自己，赔自己医药费。那不我还不也为了多跑几单吗？不是，您这得鼓励人家，人家在努力的生活，您不能用这种态度，以结果论啊，这心里多不舒服啊。然后这胳膊一摔折了，家里所有的活他都干不了了，就连提个米啊，提个面不行，我胳膊疼。然后在这期间又给他找了很多工作，他有10000种个理由去推脱，就干不了这个活。可是他就不想在家里边还得生活呀，还有孩子。是。那些生活费都从哪来？我也不是不想，问题我当时我胳膊不行，有些重活我干不了。有些又太远。太远是个理由。太远我就没有去，因为我也不知道那活是不是适合我。不是还要适合？不是，这您适合活吗？因为我这胳膊不行啊。那您干过什么呀？我以前是干后厨的。哎，等于就这么一直闲下来了是吧？对，一闲就闲了半年多。半年多以后他自己找了一个保安的工作，一个月就3000块钱。我们俩住的是一个公租房。
然后有1000块钱的房租费，对，剩下那2000块钱就是有辆车嘛，那你开车你不得有油费，然后家里的生活的一些个水电煤气一些费用，等于这3000块钱一分钱也落不了家里头，一分钱也落不了孩子身上，就全部的费用全部在这3000块钱里过。然后如果说单位里边就是有某种原因迟发了一天的工资的情况下，那就得伸手找父母去借，然后还个工资再还。不是，那您工作吗？我当时就是因为生这个孩子嘛，我怀孕的时候临产那不就住院了嘛，住院了他妈妈倒是在医院陪了我们几天，然后我妈妈是白天晚上的都是跟陪着我住院，在医院里想歇都没一个落脚歇的地方，然后他妈妈到那儿吃饭看养养孩子，然后就从那儿睡觉，就歇着躺着睡觉，等于没起什么作用，去了几天，然后我就住5天院就回家了。回家了他妈妈把我放在家里，把孩子放在家里，扭头去市场买了一小兜排骨放在那儿，就再也没看见过他妈妈，等到孩子7-8个月以后才看见他母亲。就因为这个原因的情况下，我等于是没怎么坐月子，所以我的工作是断断续续的，还落了一身的毛病，等于是那个月子没坐上，然后我就去工作了，然后现在腰疼，然后颈椎不好。哦，这是您的第一个孩子？对，而且我那个时间我爸爸病了，瘫痪了，我一边照顾孩子一边照顾我爸，也没有时间去工作。哦，所以家庭的重担就撂在他身上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撂不上啊，问题是。啊，您接着说。然后他也没伺候月子嘛，然后我这个身体也不太好，断断续续的。我等我爸去世了以后，我就是那个找了一个采样的一个工作，现在先贴补家用。然后孩子出生了，在家里边刚开始的时候，他妈妈不在，我妈妈伺候我，然后住在我们家。然后晚上孩子得起夜啊，起夜得沏奶粉什么的。如果要喊他起来，得整栋楼。整栋楼都得听见，他才慢慢悠悠起来。然后，所以我妈和我就嫌太费劲了。孩子12天就是跟着我妈在一块住了，就一直到今天，孩子6岁，今天一直跟着我妈在一块住。我妈负责孩子的衣食住行，现在营养钱是买益生菌呐、各种维生素啊，所有的钱都是我妈在出。我现在就是做了一保安的工作嘛，我现在只够现在只是正常的家庭开销。孩子的费用我现在就是暂时承担不上，所以说现在就是都由我们丈母娘来出这个钱。我妈其实现在已经就是把房子卖了，为了供我们，就我们俩的生活和孩子的生活。现在我跟我妈只能去租房子住。现在她就是嫌我现在挣钱顾不上家里的开销，现在主要就是。那您努力呀、那您呢？我现在是刚上班，这我爸刚买。您那班怎么个上法呀？我是天天上夜班嘛。白天干嘛呀？之前白天是带那阵老丈人不是病了吗？天天早上要带他去看病。现在老丈人也没了，我这就准备就是辞职去，想办法换一个工资高的一些的工作。那你管不管儿子呀？你要是我现在就为了现在想换一个高点工作，就是为。孩子啊，或者家庭开销。现在孩子跟谁呢？现在孩子跟姥姥。为啥不跟你们住呢？主要是现在孩子也是跟姥姥习惯了。孩子，从小到大到现在吧，现在已经5岁了嘛，到现在吧，基本上，他跟孩子说话，孩子都不理。那没法理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跟孩子之间从来没有过任何的沟通交流，而且。小孩嘛，肯定得有什么淘气方面的一些事情，比如说那吃个糖了，在饭桌上想拿个饮料了，就直接就瞪眼，甚至伸手就打。这我跟我妈就这个方面都快崩溃了，所以一直拦着他跟孩子的一个接触，我们也确实也拦着，没法不拦着。为啥呀？姥姥还有他两个人都宠着孩子，我要是再不管。我就怕孩子。你管啥了？你也没管过呀，带也不带就叫管呀。可是有时候他想吃嘛就买嘛，想喝嘛就买嘛，这种习惯我觉得不好。
对于一个男孩子，再说也没有任何的那种关心疼爱，那种担心，就是我们根本就感觉不到。也许他表达方式不对，但是我根本也感觉不到。就像比如说孩子有一次小的时候发烧，半夜发烧，我叫他起来赶紧去买药上医院，然后先买的药，买完药以后孩子不退烧，立马就上医院，然后回来以后都折腾到3点多钟了。姥姥也是一直跟着我们带着孩子，然后到了家之后放下孩子就说走吧，咱回去吧，没事了吧，就特别冷漠，特别冷淡。我是觉得大人老人孩子都折腾到半夜了，我觉得他们也该休息了。对呀，您都有道理，这孩子不应该你自己带，为什么让姥姥带呢？我上班啊。你不是白天没事儿吗？是白天没事，我上夜班，我有事白天我就睡觉。哎呀，您倒是会享受。你看啊，你为了娶媳妇儿，对吧？对，把你妈的房卖了，对吧？你为了养儿子，把你妈的房卖了。对，你们俩现在是无房可卖了，对吧？对，啥都没有了，不知道咋活了，是吧？就现实的情况，现在就是我已经坚持不下去，坚持不了这段婚姻。那你离开他呀，带着孩子走啊。我跟他提过很多次离婚，他不离啊。为啥呀？不想离啊。那你努力工作呀，你有责任啊。儿子是你的吗？是啊。养啊。是，我现在不在努力吗？但是最近我也没看见过任何的改变，对孩子的态度，你说陪着一块玩会儿什么没有。你们俩怎么好上的？就是跟通过朋友认识。你图的啥呀？当时他老实，而且我当时的年纪也比较大了，我那阵已经36岁，家里催的也紧，结婚就生孩子。嗯，方便问问第一段婚姻是为什么吗？第一段婚姻从认识到离婚之间只有8个月，闪婚闪离。您结婚之前做什么工作呀？做营业员。那您现在一个月收入多少钱啊？不分月分天，一天180。因为今天上了就有钱，明天不上就没钱。那今天来的目的是让我们劝他跟您离婚，还是让我们劝劝他好好的改变？劝他跟我离婚啊。劝他跟我离婚。那离了婚您更没法活了呀。我自己带着孩子，我能不能做到？我现在有他跟没他是完全一样。就是您觉得这男，就这男的根本靠不住是吧？对，没有担当。那他对您好吗？比如说有些男人可能挣钱能力差一点，但是知道疼媳妇。他就是老实，就是没有人。他是老实还是窝囊？这是俩概念。窝囊。对您好吗？谈不上很淡，就我们俩平时也没有，一天也不怎么说话呀。问题讲好了。讲好了。您几个意思啊？我其实是不想。这不是才40出头吗？这不人生很精彩的，就对男人来说40岁不是才开始吗？是。不是您怎么想的？有打算吗？我是有打算。您说说您的打算。我现在这老婆都要跑了，您赶紧说呀。我现在就是，这不现在辞了这个保安工作吗？保安工作也辞了。对，我现在不想换个工作，稍微待遇好。不是换什么工作呀？后厨食堂。换了吗？再找着呢。找好了吗？找好了，准备面试去。您还没找好呢，您怎么就把那个辞了呢？不是，他那个得提前15天辞职，要不你走不了。咋办？所以现在就辞完职。下一步咋办？就专心找个好点的工作吗？能找着吗？能，可以可以。好工作的标准是什么呀？基本在就是5000块钱往上吧。找得着吗？找得着。所以看起来好像是一挣钱的矛盾，实际是一个生活态度。是不是觉得他生活其实挺消极的？对，一点不积极。哎呦，这个家可怎么办啊？急都急着了。各位老师，你们看吧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哎，一个有过闪婚和闪离婚姻的女性，此刻期盼着和自己的第二任丈夫能够尽快的离婚。
我想这不仅仅是失望，可能你已经绝望了。您的丈夫，我能够感受到他的努力更多的是在嘴巴里，而不是在行动里。老人要把自己住的房子卖掉来帮助你们，与心何忍？你去送外卖受了伤，确实这是你的努力，但是伤养好了依然再去送啊。40岁也正当年呐、啊，我们的生活确实有点累，我们的日子虽然有点难，但作为一个男人，再苦再难再累，因为你是丈夫，你是父亲，我们就要咬着牙硬着头扛起家庭，扛起生活。你扛了没有？当然作为妻子，我们也要扪心自问，我在这个家尽到责任了没有？我有没有和丈夫一起去扛起这个家？其实你努力的动力是不足的，意愿是不强的。如果两个人都有这样的意愿，都有这样的努力，我就不信你们会生活不好。但是我真的看不到你们这个家庭的希望，你们没有去争取啊，没有争取，谁帮得了你们？帮不了，离了吧。谢谢，谢谢伯宏兄。曲总，你们俩真是让人不能同情，只能让人生气气愤。只能我们要同情的只有三个人，你们俩的母亲还有孩子。你们俩真是一类人，只不过是强中更有强中手，更强的是他，上当的是你。你以为他是一个好人家，哇，举全家之力来迎娶你这个媳妇儿，结果呢一分钱没捞到。你们两位老母亲也年事已高了吧，经不起折腾了吧？还有什么理由能让你们如此坦荡对对方说我没办法呀？现在就让自己找办法喽。我不建议你们俩离婚，真是你们俩面对面看看，我们没有依靠，我们就得拼了，先为自己再为别人，对吗？你不要再去离婚，我再去找一个能让我抠着啃几年的人，那也不长久，好吗？坚决不能离，坚决不要再啃老了，就这样。哎，谢谢曲总。严老师，两个人都是40出头，40岁，这40不惑啊，你们俩这40
都腰疼，然后经常我坐姿天天被我们的导演们训，因为一会儿就扭的扭三扭四的，就坐一会儿腰也疼。但是这不能够成为我们不工作的理由，也不能成为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理由。知道家里穷，知道连彩礼都付不起，知道我在啃我妈的老，她家也没有什么嫁妆，她也在啃她家里的老。你们养自己都成问题，你们还养一台车干嘛呢？你们是因为太没有压力。就像今天我觉得还很纳闷的是，你们怎么会还站在这个舞台上，而不是着急去工作啊？后来我一想，因为还不穷，就是还没有穷到揭不开锅，还没有穷到需要四处去借钱。你们现在还可以把闲暇时间用在吵架，用在互相探讨我们的感情生活该怎么办的基础上。我们所有的人替你们操心的是柴米油盐的问题，而你们自己不在乎柴米油盐的问题呀，因为你们有老人可以啃啊。所以生活本来眼前是不错的，但是你们选择的是把好好的生活拿来浪费和做着不合你们期待的梦。先爱护好自己个儿，照顾好你的孩子，照顾好你的身体，对你的丈夫先要求他脚踏实地的去工作，然后你们先把其他的东西扔到一边。记住一件事，别再啃老人的老了，老人已经真没啥让你们吧唧了。再这么吧唧下去，老人可能是，我都不好说，他们形容起来太凄惶。好好工作吧。哎，谢谢米娜老师，特别难受，就几个字嘛，认真生活嘛。你们对生活太不认真了吗？没有任何的努力吗？别等了，出去就接着干外卖吧。您就踏踏实实先把那个活干好，这是你们现在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，为什么不在这个上面生根呢？不就怕吃苦吗？那我们还能说啥？男人靠得住吗？别想着试图通过一段婚姻改变你的命运，咱不抱怨，能好好工作吗？能。因为思维穷，所以会穷一辈子。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。从开始到现在，从咱俩认识，我也没有感，从个人上我也没有感觉，有过什么感情。对你这个人，我也从来没有感受过什么，担当、责任感。然后对家庭上，你从来也没有对为这个家庭付出过什么。然后对孩子身上，你也没有做过一天爸爸的应有的那些责任，所以我觉得这我的整个的生活有你跟没有你是一样一样的，所以我觉得咱俩的婚姻已经走到了头，没有再继续下去的一丁点的必要。我希望就此咱们俩分开。谢谢两位，请回，请回，请回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通过京悦 APP、天津 FTV 网络电视、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来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。欢迎登录优酷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来预测一下，我是这么想的：生活的逃避，那必然要用婚姻来偿还。男出女不出，他还出来啊？会，徐总，他有理由，我不能再有理由了。对，双不出。我认为他们双不出，但是我对于这位男士能不能因为离婚就觉醒，我是有担忧的。双不出。米娜老师，双不出。来来来，我们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。请开门。挺好的，踏实努力的向上的生活，你才有可能谈及幸福。每个人都加油吧，祝他们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在坍塌的人生当中找到属于他们的光亮，能够在已经躺平的生活里找到一个站起来好好活着的理由和信念。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
我们俩认识时间很长了，但其实交往不到一年。我感觉他总是对我忽冷忽热，若即若离的，我永远都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。生活中我们发生了很多矛盾，我也跟他讲过无数次，他都不肯悔改。现在我们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，沟通也越来越少，不知道该怎么和他相处下去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小涛23岁，来自福建，自由职业。小佳21岁，来自福建，自由职业。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怎么认识的？就通过附近的人，网上认识的。之前还是比较小的时候，互相有好感。然后后来的话也是因为一些事情就分开了一段时间啊，然后之后的话也是小佳主动找我，然后我们又到了大学的时候就开始第一段恋情嘛，后面也是因为一些事情然后又分开了，到现在的话又重新在一起，现在已经快一年多了。你们分了几次？分了2次。你们俩的这个经历还挺波折的哈，那今天为什么来呢？因为分分合合这么久了嘛，之前感觉还是做朋友的时候是最轻松的，现在又属于是异地，然后就相处的很多矛盾越来越多，所以就相处的很累，所以看看能不能说把问题都说出来，然后一起解决了，能解决就最好嘛。哦，我们找一个地方彼此的敞开一下心扉，对对，对吧，来决定我们未来怎么办。谁先说？什么问题？我先说吧，就是你先敞开。对，主要的话就是现在异地，然后我也不是很有自信，就属于比较自卑的那种类型。然后我女朋友的话就是经常穿着就比较性感一点，然后会比较暴露，所以我也经常说她这个叫她穿得保守一点，但是都好像都是无动于衷的，我就有点没有安全感。我是觉得穿着是我的自由嘛，也不能说因为你不喜欢然后限制我的穿衣自由，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风格。但是他异性缘的话也是属于很好的那种，经常去跟男同事出去吃吃喝喝，然后酒量也不是很好，我就怕担心说到时候喝多了可能说男同事会对他动手动脚之类的。因为我们异地嘛，然后我也是一个人在那个城市，然后没有什么亲戚朋友，他没有在电话下陪伴我的时候，我就和同事之间去吃吃喝喝之类的，但是都有确保没有喝醉。有女同事的情况下我会多喝点，每次都有安全到家，所以我都觉得这个没什么需要担心的。但有一次他有跟他一个男同事去按摩店按摩，然后还是同一个包厢，当时他们还是有那个 SPA 推背服务，就是要那个精油推背的，我这点我是真的接受不了。那次是我也不知道我同事有点那个服务，我们已经在要推背了，然后我就觉得已经在推了嘛，然后我就硬着头皮就推完嘛。当时是因为要在房间换衣服，技师说让那个男同事转过去回避一下，然后我就硬着头皮换完衣服然后推完了。后面我意识到可能不太好，换回衣服的时候也有说让他出房间嘛，然后我一个人在那里换，然后我觉得既然没有发生什么就不用那么小题大做了。哎，这事儿你怎么知道？我特好奇。他有跟我说起，但是我就是心里还是感觉有道坎在那里，我比较传统嘛，有点接受不了。说不，这跟传不传统没什么关系啊，确实有个分寸问题。还有就是可能我女朋友很多时候都会做一些无理取闹的事情，比如说有一次她在刷朋友圈的时候，然后跟我分享他一个异性朋友经常秀恩爱嘛，他突然间那个异性朋友分手了，把朋友圈全都删了。当时我就开玩笑似的嘲笑了一下他那个朋友，他就很认真的叫我去跟他那个朋友道歉，我就上头了，我就说凭什么，为什么要我去跟别人道歉啊？道啥歉啊？就是因为那个我跟他分享那些视频情嘛，然后他就嘲笑我朋友，因为他们秀恩爱，他觉得那个男的很傻，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吗？开始是开玩笑说着嘛，后面就有点生气，我就让他去道歉嘛，把微信给他，然后他就真的加了。对，加完之后完事了，他那个朋友就怪他说，可能他跟别人说他的事情嘲笑他，然后就去怪他，他们就互删了嘛。删了之后的话，我女朋友就把那个责任全部推给我，就说全部怪我，让她失去了一个朋友，
然后之后的话也是那次有闹过一次分手。就为这事儿分手了？对。哎呀，你跟你那异性朋友得多好的关系，不是我挑拨离间啊。没有，就是因为他分手你也分手。当时都是很生气，然后每次吵架他也不说话嘛，不说话，然后我生气，然后他就直接把电话给挂断了。我是等着说，等情绪稳定下来，两个人都冷静下来，再把事情说会比较好一点。然后他就一直觉得要在气头上的时候把事情说出来，然后去那里吵一架，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。分了之后怎么又好的呢？分了之后就当时他朋友有一个朋友跟他一起住嘛，所以他们通过他的调解，我们两个就把事情说开了。当时嘛，我就有点难受吧，手机丢下就直接跑了。我朋友把我哄回家，哄回家之后他就认真问了我很多问题嘛，问我想不想继续在一起。如果想的话，就打电话，他打电话给他说清楚。朋友还是比较理性，这不就好了吗？经历这么多应该没什么事儿了吧。那后来呢？对，后来还是因为说可能异地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话题，她经常就跟我提起她前男友他们的事情，然后我觉得就是可能会炫耀她前男友对她的好，还是说要我学她榜样一样，每次听着都很难受。她也不怎么说话，然后我就感觉她对我冷冰冰的，我就经常找一些话题跟她聊天，有的没的都说一下，然后我就不知道她会在意这个。还炫前男友是吧？对，心里不舒服是吧？对，就经常说，不是一两次的那种。家里人知道你们谈恋爱吗？家里人有知道，但是都不同意。因为有一次就是我有带我女朋友去我姐家去吃饭，然后去了之后的话她也没有去打招呼，跟我姐夫我姐都没打招呼，我姐就跟家里面人说了，然后说没礼貌之类的。然后后来的话家长也是有去家里面问嘛，就到处打听那个女生怎么样，然后就可能说比较懒之类的，然后又没有礼貌，所以挺反对的。你们住得很近吗？对，就隔条河，直线距离的话500米左右，是一个村的。你们是一个村的？对，同村。哦，他家里面的话也是挺反对的。为啥？你家为啥反对？就因为同村嘛，同姓，然后我爸妈。同村同姓啊？对，因为我觉得同村同姓的话，又不一定会存在什么关系。我爸妈可能他们就觉得，他们思想可能比较封建那种吧，就不同意我们在一起。反正都有族谱的嘛，这玩意儿也查得出来啊。这个倒无所谓，就是家里面也有阻力。你家人是打听他懒。对，你家人不同意是害怕你们这个有亲戚关系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那明白了。现在你们异地多久？现在异地半年多了。然后平常靠什么联系感情？靠微信视频聊天啊。对，本来之前的话异地开始是也有说过，可能说要不就不在一起吧，可能受不了异地太煎熬了。然后我还是坚持说要在一起，然后有承诺过他，就是以后每个月至少见一次。然后因为工作的关系也没有见着，心里不舒服是吧？对，然后也总感觉他对我忽冷忽热的嘛。行，我问几个问题可以吗？为什么一定要异地呢？因为我家那边的话有个亲戚在江西那边，就是做生意做得挺好的，我就过去跟他一起去看看能不能说学点东西。可能想我说以后发展会更好一点，在一起之后的话会他会更幸福一点嘛。所以你在江西对吧？对。你还留在福建了是吧？厦门。行吧，那听明白了吗？就是想知道合不合适是吧？对。你觉得你们俩合适吗？也不能说，也没有天生的合适吧，都是要靠磨合。你离得开他吗？没有，应该离不开吧，因为就是每次分手嘛，就是想到就会很难受。所以这个男生对你来说很重要是吧？对。那你喜欢他什么呢？其实就觉得他对我挺好的吧，其实喜欢也就是一种感觉嘛，就说不出来。男生，我问问你啊，其实你现在是退缩的吗？你是想放手的吗？对吧？对。你找出了种种理由，说我不够自信啊，他专注暴露啊，他周围有很多的异性啊，对吧？我们家去打听他很懒啊，你所有虽然你一个字都没有说分手，对吧？但是你透射出来的信息都是我想离开他。就这个女生，你现在不喜欢她什么了？你要离开她的理由是什么？
就没有不喜欢他什么，就是觉得可能很多次就是会说的话都没有当回事，就感觉自己很不被重视，也是异地就感觉很累，每天只能通过微信之类的视频。他要去追随你，跟你一起行吗？但这个我们也有讨论过，他是没有打算来。我问你呢。可以。你愿意吗？愿意。你高兴吗？高兴。我没看出来你高兴啊，你是懵的呀。他要真跟你去了，可就意味着你要是不娶他，他可能就有点那个了啊，那就是要担责任的。你担得起来吗，小子？我可以啊，因为我可以，因为之前在一起的话也是我先追求的他嘛，是我表白的，我就有想过那些。你家里人可还反对哦？家里人反对的我一直都是没有去在意。他可还懒哦，那些家务我可以做啊。他可还有异性缘哦，我相信在一起之后他还有自己的想法哦，他有自己的个性的哟。所以你要的是一个能让你心踏实下来的女人，对吧？她能让你的心踏实吗？不能，直接说不就完了吗？有想过跟他一起去打工吗？有。后来为什么不去？就因为他要待在他工作的那边吧，然后我就不是很想去那边。他亲戚朋友也都在那边，我那边也没有认识的人，就只有他一个人，我就觉得就会挺没有安全感的吧。你这决定是特别正确的，姑娘，这个决定是特别正确。我没有嫁给你，我为什么要跟随你，对吧？我觉得特别正确，特别正确啊。行了，我听懂了，反正我是听明白了吗？想跟人在一起吗？又没有安全感吗？想把人弄到身边去，按照你的方式塑一下形吗？有个性吗？我怎么可以让你塑我的形呢？而且这个你其实挺好的，我虽然很喜欢你，但是我还要保留我自己的一些东西，对吧？啊，行了，老师们看看应该怎么帮助这对年轻人吧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国宏兄，同村同姓是本家，有可能存在着血缘关系，这是我至今为止所听到的父母棒打鸳鸯最奇葩最荒唐的理由。即便父母反对的理由再荒唐，如果你们的爱情不荒唐，是能够走在一起的。但你们的爱情吵吵闹闹，分分合合，当然爱情是一种最折磨人的感情，所以我们体验的同时，我们去践行自己的爱，再折磨人它也是美好的。就像你分分合合，但依然惦记着他，说明你心中还是有他的。你的担心女性穿着有些性感，但这并不代表着水性杨花。异性缘好，它和不拒绝暧昧是有本质区别的。但女生有一点，有了男朋友就要明白两个字，避嫌，要注意他的感受。我可能性格也比较大大咧咧吧，然后就比较喜欢跟男孩子玩，然后基本那些朋友同事都是男孩子，但都没有走得特别近。明白，其实你心中是有底线的。对，是注意分寸，把握一个度的。如果真的两个人愿意在一起，也愿意走得更远，那我们就要去修正现在的现状，我们要去改变自己。我想这就算是迁就吧。我说这一切都是奔着一个美好，是盼望你们两个人结束这样的分分合合，真的合在一起，好吗？谢谢于老师。曲总，小伙子，我明确告诉你，你现在有一个情敌，
不是他周围那些异性朋友，而是他心目中的那个前男友对他的好。他各种的跟你说前男友如何好，那干嘛呢？就告诉你你现在做的差劲哦。一个女人之所以对前任念念不忘，就是因为现任根本就做的不够好嘛。他懒吗？我个人的话感觉他还好。所以他不懒是吗？你跟你家里人说他不懒了吗？你有站出来说这个女人就是我想要的吗？我没有。你没有，你也没有做，其实你回不来了。这个女人现在没有任何让你回来的动力，你有的只是担心别红杏出墙，我别罩不住她，但你又丝毫不做。你在这段情感中倒是很懒哦，你没做什么，你做的只是激怒她，就像给那个莫名其妙的她的异性朋友发道歉的那个信息一样。你难道不知道这是在激怒她吗？一个不知道你在背后诋毁的人告诉对不起啊，那个我向你道歉了，你这不就是要逼着他们俩分开吗？你就是这个目的。你的思维还挺缜密的，你比这个女生可要想得多了。你既对她来到你身边没有信心，同时呢你也压根就没有想回去，你就想自己发展的好，什么女人没有啊？你没有用心去考虑，你没有用心去对待这个女生，这个女生当然能感受到，所以她压根不会去主动找你的。包括她和异性朋友这样的交往，其实你何尝不知道异性朋友交多了会有一样的问题，包括你周围异性朋友也有一定有喜欢你的吧，一定有。你也对这份感情没有什么信心啊，否则不知道羞脸吗？不知道尺度吗？不知道我们在恋爱当中的这种避嫌吗？你知道的，但是你有两个目的：第一，不排除有其他的机会；第二，告诉他你不回来，我可能就是别人的。但这种手段丝毫打动不了一个对你没有任何真情实意的男人的心的，所以我认为你们俩应该尽早的分开了，真的是不合适，因为两个人真的并非是全心全意对对方的。就这样，谢谢曲总。严老师，我觉得你们俩就没有谈恋爱，没有真正的什么爱过，有什么爱呀？一共在一起半年多，一共见了几面，见面除了吵架分手和好以外还干了点啥？好像你们两个关系对你们来说这么多年就是个游戏。我这闲了闷了，没男朋友了，或者身边没人了，咱联系一下能好好一下，不高兴了就分。有真的爱在里边吗？我听起来女生就是一个感觉而已。我挺喜欢她的呀，我感觉我不能和她分手啊。你对你们俩关系的定义只浅到感觉而已，所以你说哎，我性格大大咧咧，和男生就没有想那么多。但凡一个有深爱的男生的女生，绝对不会和异性去按摩店，那是什么地方啊？就算你不是露背，你要露手露脚，那是一个能和异性一起去的地方吗？这和大大咧咧有什么关系啊？这和你心中就没有他有关系。你只不过是享受这种我们哎有距离感，我又有自由，我还有个人惦记着我。你只享受这一点异地恋给你带来的，我还好像有一个人爱着我，他还不限制我，我想干嘛干嘛。你只从中得到了这样一点快乐而已，这就是你的感觉，这和喜欢和爱他没有一点关系。所以你也不会为了他奔赴而去啊，去什么江西啊，我怎么可能为了你，为了这样一段关系负这么大的责任？负不了。不能负这个责任的原因就是没有爱上，也没有啥对错的嘛，咱这点感觉也快没了，就体体面面的分开呗。男生也一样，哎，你说他要来找我，我愿意啊，是我追的他呀，我愿意和他共同生活在一起啊，我可以负责任啊。你是咬着后槽牙说的，实际上你也就是那么一点点感觉。现在那点感觉变成了哎呦，他让我好担心啊，他和异性关系好，有异性缘，我们家人又说他懒，哎，这个感觉太不好了，我觉得好累啊，感觉变成了累了。所以就算了，没有爱的情感，有过一段时间的相处，那彼此道一声哎，谢谢你曾经的陪伴，我觉得很体面呀，没有什么难堪的。不喜欢，不爱，不愿意承担责任，不愿意共同去创造人生的未来，咱就体面的说再见，体面的说祝福，这是对你们俩最好的交代。谢谢。
谢谢杨老师，米娜老师。你们对彼此其实都不放心啊，认识的时候两个那么小都开始用附近的人在四下寻找异性，这样的两个年轻人能老实吗？分分合合了以后各自都有一波情史，男孩家庭很传统，男孩骨子里也是个传统的人，可是你的女朋友从一开始你就知道她不是你要找的那一个，你们认识的方法不传统，你们分手又复合在一起也不传统，接下来日常的这一些生活打扮更不传统，所以在你看来他完全不符合你的人生期待，他就是你摇一摇附近的人找着的一起解闷的对象而已。所以大大方方的告诉他呀，就附近的人你好，我跟你认识了，我们俩谈过恋爱了，到此为止吧，不用再去往前自作多情以为我会娶你。对姑娘，我终于用上了自作多情这个词，因为你们以为你们之间有爱情呢，其实都是自作多情。姑娘自己以为自己对男孩也有很多的情感，其实也没有，你也是因为无聊解闷，现在又再加上了一丁点不服输，仅此而已。只是对于你来讲，姑娘年轻的时候啊，你可以通过证明自己的吸引力让男孩子们愿意跟你成为情侣，但一旦要通往结婚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时候，你就必须得注意了，因为结婚上的拦路虎是男方的家长，没有任何一个家长是会喜欢女孩穿着暴露，也没有任何一个家长是会喜欢女方懒，他的家人说你的两条只是挑了最轻的说吧，一般来讲应该还有一些重话吧，只不过他们留了一点情面，没有说的那么狠而已，见好就收吧，以后让自己就像你今天在舞台上已经局促半天了，从一上场我和严品红老师我们俩就在说姑娘都不敢站直，然后严老师问我说为什么呀，我说我估计是他觉得自己的裙子太短了，他在不停地往下撑，然后腿在试图弓一点来让自己的腿不要那么引人注目，你自己也知道这样会让你略显局促略有不安，既然自己心里是一个还算有一些界限的女孩子，咱以后离开这个男孩重新开始吧，分了没什么别的建议。谢谢米娜老师。穿着暴露一定不等于性感，性感是不是靠暴露出来的啊？不是靠暴露出来的，这个喜欢和爱一定也不能划等号啊，喜欢和占有更不能划等号。男生一直在说我们合不合适，也许合适，但是客观原因已经导致了不再合适，对吧？对，因为你们要各自的发展嘛。女生，我觉得你那个是对的，就不管其他的问题，有一点，他去那个城市，我没有任何的朋友，我看不到我自己发展的一个机会，那我就留下来，这个做法是对的，一定要坚定。不管是跟他谈恋爱还是跟任何一个男生谈恋爱，一定是自我发展放在第一位。男生你这么纠结你就放了他吧，那你找一个让你踏实的女性就好了。如果曾经爱过还想希望彼此过得幸福，那就理性的松开你们的手啊，因为客观条件不允许嘛，干嘛要冲破那么多的阻碍非要在一起，爱的又没那么深，这大概是老师们给的建议啊，供你们参考。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，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。精彩节目稍后继续，精彩节目马上开始，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。我觉得还是算了吧，因为本来也是没办法再相见的，可能也是要异地很久时间，之后分开了，可能也就是手机少了个联系人，每天少了叮咚叮咚的声音，还是一个人，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改变吧。但是，我觉得每个人走到最后都需要磨合，你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能走到最后呢？
但我们已经试了这么久时间了，我觉得再试下去的话，可能只是彼此耽误自己的时间。谢谢两位，请回，请回，谢谢你们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2360-6301，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，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。来，结局大预测，博宏兄。其实我内心还是蛮希望给他们的爱情希望，但现实很残酷，双不出。啊，来，曲总，我觉得男生肯定不出，女生有可能出来。啊，我觉得女生自己还是更清晰的了解一下现状吧，不建议她出来了。女孩你别出来了，所以双不出。对，都别出。啊，都别出啊，就是给这份爱一个尊严吧。来，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精彩节目马上开始。来，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这是一个挺好的结局，让他们不负青春嘛，把时间留给更有意义的事情，而不是消耗在一段虚无的、没有结果的、彼此都不信赖的情感当中。好了，愿你们找到属于你们自己的那份踏实和你们想要的生活。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精彩节目马上开始。要再一次的感谢四位老师给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，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